你明年还打算来继续菜评团吗？我都是希望能够来，因为每次只要能来菜评团呢，就意味着有可能我能上台蒙面唱歌，因为大家都很难说，两季、三季这样都能登台唱歌，我应该是唯一一个三季里都登台唱歌的人了。因为这能唱一些我平时不怎么唱的那些歌啊，对，因为我平时也挺爱听情歌的，只不过不爱唱情歌而已。然后那个，但是因为这是一个唱情歌的舞台，然后呢，如果能有机会唱的话，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特别好的过瘾的方式。猜猜猜第三季，荣耀归来。